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13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呢，是已经14年前的玩具了，它是2009年的电影第二集 Legion Christ 的 Jolt 传奇级的摇摆。这款玩具呢怎么来的呢，是我前几天不是做了传奇级的一些玩具嘛，然后我提到说呢我希望呢可以有机会多玩到一些传奇级的前两集的玩具，然后有一位我的台湾的观众朋友文杰哥呢，他呢就联系上了我，那非常大方的呢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收藏，像这一款第二集的摇摆他寄了很多啊，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这个天皇星两台啊，第一有黑色版本跟外星文版本啊。还做了非常非常细心的分类啊，爵士两个，铜膜不同色啊，金属色是我记得是日版的啊，这个 OK 记得很多，超过15个玩具吧啊。所以呢我最近的一个因为工作的分配的比较忙碌，那这些传奇级的玩具呢将会成为我最近这可能3-4个礼拜更新的主力吧啊。这些呢可以非常不占用我时间又值得跟大家做回味的这些玩具呢将会陪伴我们几个礼拜啊，各位就如果想看新玩具可能最近没有啊，都是这些10年以上的玩具了。那么这款Legion级的 Jolt 呢其实很少见，我自己入坑的时候呢真正开始比较有能力购买玩具可能也是11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款玩具我可以说几乎是当年在09年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看过它，就算有也不会是我购买的主力，真的不会啊。所以今天能够把它把玩一次很高兴，而且我把它挑在我最近这个传奇级大军的第一代。那细节来讲的话是比较少了啊，就是这些都是空白的，但以细节来说它做到了这款玩具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鞭子，对不对？它是用这个鞭子呢把 OP 跟天火连接起来，帮助他们做合体。那胸口的博派标志印的还算可以，头雕的话呢以这么小心的玩具来说做的也算可以啦。那轮胎的话呢在这个髋部两侧其实造型还蛮有特色的啊，唯一就是后面的这个车头非常的奇怪啊。我看一些老外的影片，有些人是直接把它再提高一点啊，可能提高一点还比较好看，但是我发现它后面这里是有一个这样子推过来的，所以我想要把它推过来好了。而且推上去的话感觉好像要变回车子啊，反正也不知道怎么个变法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啊，对，它的可动讲一下。它的手臂的可动因为有变形的结构，这个地方360度的转动啊，还有这个往内往外搓动啊，这个倒是比较厉害一点。那脚的话呢这个膝盖是反折啊，我们就不看了，这个地方脚掌还是可以稍微动一下的啊。那它的变形的话很简单啊，这个首先把这两个轮胎给往两侧推开，头呢先给按下去啊，这个起手式就是把它的头给按下去，两侧稍微打开一下啊，这个地方恢复了一个车头，手臂最后再结合啊，我们把这两个脚掌推过来，然后呢往前面翻出去到这里卡进来，这个地方卡进来，然后两侧做个结合，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两只胳膊呢往中间啊靠过来，我们的这一款Legion级的 Jolt 它的一个变形就算完成了啊。一台这是 Chevy 吧，是不是的一个车子，其实你如果只看这个车头，你如果把它涂成绿色你会以为它是双胞胎啊，对不对？那这个滚动性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有一个铆钉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吧这个轮胎这里有点卡，要不然它应该是能够滚动的更好的。OK， 那这个车尾也给各位看一下，细节有但是没有车尾灯的涂装，可是它毕竟只是一个 Legion 的一个玩具而已，好吧。那这个的话呢就是给各位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接下来我会有很多的Legion 级的玩具啊会给大家一同度过我接下来特别忙碌的这几周，那就希望各位的话呢不吝各种点赞分享支持，谢谢各位。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